呃，今天咱们这个会员沙龙啊，主要说说是这个秋季杀戮正在酝酿，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认为啊，并不见得是真事儿啊、呃。大家呢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嗯，只是我说的一个我个人观点这块儿。嗯、呃，首先来说呢，咱们先回顾历史啊，咱先看看历史上纳斯达克最明显。咱们按这个周线吧。 周线，大家可以看啊，呃，一看一到周线啊，这是八月三十一号，这是一个吊颈线，这是去年啊，九月跌跌跌跌跌仨礼拜，到十到九月二十八号啊才见着企稳的信号。这是二零二零年，二零一九年啊，从八月中啊八月中这儿跌跌。跌 到九月份呢，基本上就也没怎么，就是横盘进入一个横盘，但是八月份深跌了一下。然后二零一八年，从这个九月啊，九月大家可以看啊，九月九月三号那一周，九月十号那一周，九月十七号这块横盘，等到十月，夸夸夸夸夸夸往下跌，跌俩月，那是因为加息啊。今年会不会又跟二零一八年那个镜头一样？现在？ 不好说啊，但是美联储会不会被迫加息？反正咱得打个预防针儿。呃，二零一八年完了啊，咱们再看二零一七年。二零一七年到九月份的时候，七月、八月，二零一七年九月，九月这块儿啊，八月它是九月没横盘，但是八月跌了，这是八月提前跌的。 二零一六，然后、啊、咱们再看二零一六，啊，九月、十月，九月横盘，十月跌。呃，再往前呢是这个，由于是二零一六年纳斯达克的这个股指期货才出现，啊、它就数据就不太准了。我们要看指数，纳斯达嗯，纳指综合啊就更明显。我们看二零一六年之前。 二零一五年，我们可以看八月份这儿，从这儿开始，垮跌起来就一直就没有什么太太好的起色，一直跌到九月二十八号啊，才有一迎来了第一波小反弹。这是二零一五年，二零一六年，那二零一六年咱们刚才看了，就是八月份先跌了，呃，从总体上来看呢，我们可以看啊，一般的情况下，美股啊，秋季。 都不太友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一点呢、啊，本周出现的这 CPI 数据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我也反复强调了，我说这数据啊，实在是有点这个差劲啊，四点二。如果要不突破这个四这个关口的话，我们可以看，实际上本周呢，应当是酝酿一波小反弹的啊。我们可以看这块儿，上周五啊，已经做出了一个向上，我说了这个方向不明确。 但是往下下探呢，个人认为应当是探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。就是当时啊，咱们如果要没有这个 C P I 这块儿出现的情况下啊，这 C P I 不破四的情况下，应当是探到这儿。这是咱们当时就给出来的点，就是说一三五零零点我们就可以进。但是，当我那天做节目的时候，我说呀，坏了，这 C P I 就太暴冷了。开盘的时候我就想开始做止损动作，我也挂了单了。 但是就这样，我有的票都没止损出来，就是直接开盘就买里头了啊！这开盘的时候一下就是低开百分之四十，这你就把你的止损价直接就跳过去了啊！今天我在咱们的这个呃基金群也说了，唯一的我做能做到的就是用期权做了提前的保护啊、嗯，让咱们这个本金没丢啊，到最后盈利就剩百分之一了。啊这块呢，就是。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，咱就没办法，就是过多的苛求了啊。这你要是说赶上去年那种情况的，因为，呃，像这种跌幅啊，就是单日内能够达到百分之三的这种跌幅啊，我们不要看他说是这块，哎，那天跌了百分之二点七三，不是这样的啊。你你你把这个头给那个加上和这尾巴都给加上，就是你掐头去尾，正好实体是二点七三。你要是说连头算尾，就是百分之三。 这样一个水平，呃，美股我们都知道百分之七，那就基本上就熔断了。呃，到到这种程度呢，什么也保护不了。能够把这个本金呢，我尽量的是给做到了这个守住。咱们会员这块呢，当时也跟大家提前我就说了，我就在这一块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说，我说前两天啊涨得有点太猛，我老觉得这个人欢没火欢，猪欢要升天，咱们都把仓位给降下来。呃，我这块 我确信在会员群里说了啊，后来是那个 Jenny，是是是 Jenny 吧？那个王山那小鱼啊不听话，居然告诉我说满仓。我说您这怎么还到这这到现在了还满仓呢？我说满仓那就谁也救不了你了，那什么也不好使。呃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现在如果是半仓的人，你说昨天的这根反弹可不可以进呢？我明确跟大家说啊。 昨天这个反弹马上要遇到压力位，第一压力位就是一三五零零这个位置，就是咱们前期所说的支撑位，就已经变成它的压力位了。如果它能够强势突破一下，上边的不不远处有两道压力，一个是就是那天 CPI 公布出来的那天的，一三六八七，也就是一三七零零附近到一三八五零。 一三七零零到一三八五零，50,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，这个压力很难过去。我明确跟大家说啊，这个压力，就是这一块的这个压力很难过去。我不认为它这一次性能过去。明确跟大家说，我不认为它一次性能过去。那么反弹的时间呢，可能也就是下周，呃，下周能反弹几天咱也不知道。现在呢，好在周末没有什么太不好的消息。 但是这一波下跌呀、啊，大家呢不要认为是不好的一件事儿。这波下跌咱们预预料到了没有？预料到了啊！咱但是咱们首先预料到的，我跟大家说过一个最低跌幅，应该是在哪儿呢？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之间。我说更强有力的支撑是在哪儿呢？是在一三三零零，就是一三二八六这个位置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正好它是斐波那契百分之五十，这是相对的。 而且呢，它是一个 M 头的，正好一倍到颈线这个位置的一倍的位置，哎，这是可以，呃，极限呢，当时也给出来了，就是一三零零零啊，或者是到一三零七六这个位置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这块是斐波那切零点六一八，别看我这个零点三八啊，你倒过来看，呃，因为我这是做的它上涨的一个趋势，因为现在呢是还是上涨趋势，咱们不是熊市当中是倒着画啊，是画回撤。 牛市当中是画延展，在延展当中呢，它现在还是这块位置啊，一三零七六的位置。如果是这个一三零七六的这个位置跌破了，说实在的啊，就是那天周三的时候公布那个数据那天啊，哎呦哥，我这心里头是真的有点那个打鼓了啊，因为这块已经破了。我说当时我跟大家在群里说的，我说就看第二天，第二天这个位置如果收不回来。 那就可能就得出溜到这儿去了啊，那就直接就来这儿了啊，就得就就得见这个去年九月份的低点去了。呃，如果要是见到那样的低点的话，说实在的，那就有点太弱了。这是从图表上来看啊，我们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呃，但是呢，这些东西呢都。 逃不过这个宏观数据去啊！现在宏观数据不是，就是也不能说不好看，我只能说啊，这个宏观数据非常的混乱，呃、嗯，混乱到什么份儿呢？就是基本上没人猜得出来是什么啊！大家也知道，这个不是说我猜错了啊，整个全美的分析师预估是百分之三点六，我还给大家那会儿说了，我说估计啊得将近四。 啊，我说现在很严重了，得将近四，我猜离三点九，这咱们给打出富裕量来了，结果呢还不是四，呃，结果他四点二，这就对心理的打击啊太大了，啊，这个也包括美国的经济学家，呃，星期二出了这个数据之后呢，还不算完啊，紧接着出一个奇怪的事儿，就是等星期五的时候，你说这个零售业，你要是有通胀的话，应该是零售高起。 结果零售预期百分之一，这个、还是没修正的。要是看完 CPI 之后，呃，零售修正，它现在是没公布。实际上，北美分析师预期当时是因为有了 CPI 的四点二，预期是一点二。结果呢，零售增长百分之零，就是没增长，没增长。相对于 CPI，那它什么东西给它推高了呢？那就一个，就是现在。 普遍说的是基数效应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数效应啊有点牵强啊，有没有这原因？有这原因。呃，木头姐呢前两天她是那个说了一句话，因为她原来斯坦福的嘛，她原来斯坦福经济学的，她说的，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啊，就是不光是这个基数效应，同时呢是由于供给不足现在造成的原材料。 和一些基础材料价格上涨，就比如说像我们生产木材的地儿啊，加拿大那是一块地儿，然后还有呢，那个就是印度东南亚那块是生产木材的。你现在印度那德性，然后缅缅甸那德性，基本上这个木头都出不来。然后亚马逊那块是生产木材的地儿，呃，现在南美那块也没法要啊，就是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，所以总体上来看呢，供给端。 不足造成了这个 CPI 的上涨呢，是有可能，是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呃，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他说，随着政府的这些发钱啊，也会让人们促进消费，只是现在消费呢还没有到来。但是这个数据啊，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星期四，是这个数据还没有出来的时候。等现在这个数据一出来，我们会发现。 他所说的第三条是不成立的，现在没有消费，消费是在萎缩的，而 CPI 是在上涨的，这像什么书啊？啊，美国这两天又断油，你看又有人存油，大家是不是就想起了1970年代的那会儿？就是要学经济学史的话，都知道对吧？1970年代那会儿智障那就出现了。那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智障，那这是一个暂时现象呢，还是一个就是一段期间内的现象呢？ 我觉得现在都别猜啊，因为最近的这个数据啊，实在是忒不靠谱啊！就是你怎么猜都，你就是猜不出来，你怎么猜也猜不出来啊！应了那歌词了。呃，进进出口物价指数啊，我们我们可以看物价指数也都是，只要一提物价都是往上走的，但是就是消费起不来，消费起不来，物价走，那就是一种滞胀。那么还说明一什么问题呢？说明可能是啊。 能消费的人，他不消费了，然后呢，不能消费的人呢，把该消费的东西上个月已经都消费完了，就是领政府救济金的，那拿着完钱嘛，上个月发的钱嘛，上个月发完钱就就花出去了，花完了花呃，反正大家都知道美国人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对吧？呃，花完了花完了就没了，没了之后，那真正的有钱人，因为美国现在是一个 K 字形结构嘛，是吧？一个 K 字形结构就是上边一部分。 人越来越有钱，下边一部分人越来越没钱，那越来越没钱的现在消费能力也没有了。上面有钱的人呢，人家该消费的人都消费完了，然后呢，人家不消费了，把钱都存起来了。而且还有一个数据大家要注意，就是美国的这个存款比率已经上升啊，将近百分之二十了，已经将近达到百分之二十的这种比率了。这是去年。 五月份以来啊，就是去年疫情的时候，不是政府发第一笔钱，完了大家都把钱存进来了嘛，说这个存款率上升了。关键那会儿你不存起来，你也没地儿花去啊。该领粮食票了，都领粮食票了；该领钱的也都领钱了，你真没地儿花去。那会儿，呃，存上去了呢，还可以理解。现在啊，你不是没地儿花，啊，现在不是没地儿花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富人不花钱，穷人没钱了。这个运行啊。 是非常不平衡的，这倒符合这个美联储所说的啊，那个恢复还非常不平衡。呃，他我觉得他说的这不平衡呢，可能有地区性不平衡，但是更多的呢，可能是这个贫富差异之间的不平衡。在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这个经济复苏的路啊，不，咱们现在就就盼着他别走出来这种滞胀的行情就行。如果走出滞胀的行情， 那么我跟大家说啊，不是减仓，可能是在过两天还会有一跌，不排除下礼拜还有一跌啊，而且没准儿把今天的我刚才说的那个支撑位啊，呃，还得小小的漏一下，这都保不齐，呃，大概率是不会漏啊，大概率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位置是不会漏了，但是呢，小概率不排除。然后到那前儿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 我们应该不要，我就不再在群里通知了啊！我们到那个时候，不光要加满仓，要加着杠杆往上做。只有还记得我上次给大家呃分享的时候，我说我说现在的窗口期应当是按周来算。那么结果呢？呃，这一个 CPI 数据出来没按周，按、啊、按天算了，等于按天算了。那现在呢？这波跌完了，等于把这泡给破了一下。 破了一下之后呢，还没有，就是美股还没有到疯狂的时候。我们可以看啊，这一块儿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说最近啊涨得有点太疯狂了啊。这四月份，我当时是想在这个四月十号，咱们当时说是希望能够在四月的第二周进行加仓，结果没有等咱们加仓的，就没有给咱们机会，直接跳空，嘡嘡嘡嘡，这几下就起来了，对吧？这大家可以看，就这个跳空缺口，夸夸夸夸就起来了。 这就没有咱们机构，我当时就说：“我说这个呀、啊，涨得有点太猛了啊，不太正常，不太正常的结果就是跌得也比较猛烈啊。”它是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用了十三个交易日涨上去的，用了一二三四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用了九个交易日就跌下来了啊，基本上就是上涨和下跌的速度就是一半啊，就基本上是一半的水平。那美股通常来说是百分之七十到一半这样的水平来涨，涨得快，反正砸的就狠。但是呢，这颗事儿呢，明确跟大家说，不是，我认为不是一个坏事儿。为什么不是一个坏事儿呢？它等于是啊，把咱们预计的。 我认为是会走出这样一个行情啊，把咱们预计的大的下跌可能通过这个呀、啊，已经给修正了一部分。但是呢，由于它这个下跌呢，只有百分之十的一个空间，还不到。我们量一下啊，百分之八点多啊，还不到一个修正的水平。呃，我。 为什么跟大家说，我担心啊？它下礼拜的时候会有，或者下下礼拜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啊？到这儿是正好是一个将近百分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百分之十，这就是能够接接触到叫修正的水平了。要是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会走出的是应该是头肩底，而不是这种啊 W 底。 要是头肩底的话呢，就会走成这样。然、啊、后再探，震大家两次，然后再慢慢起起来之后，能不能再见前期高点？我觉得明确跟大家说啊，这个观点，我觉得中间儿我不知道震几次是走这种头肩底，还是走横盘震震完了之后再往上突？我觉得今年还得再建一个高点，啊，在今年还得再建一个高点，只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。 但一定会在秋季之前，原因就是，在这波下跌当中，恐慌情绪呢得到了一定的释放，或者说获利盘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回吐，在这之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，等于是把应当在五月份出现的下跌推迟了。由于有了这波下跌，那么美股还没有到疯狂的地步。 啊，它得到疯狂的时候才能够出现这种暴跌，那么会推会不会推迟呢？我估计呢会由夏天推迟到秋季，而且这个秋季的惯例，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般的情况下，八九十三个月，其中的某一个月是整月跌，这种概率是很大。这其中呢，尤其是以八月底到十月初这段时间，我们刚才打开周线。 给大家看了，对吧？去年就甭说了，呃，一八年啊，一八年这一块儿，哎，一八年这这一块儿，一八年看啊，这是十月初开始，咵往我就往下暴跌。一七年、一六年这都是一般的情况下是从八月底或者是九月初这会儿，就八九十三个月。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，而且这种跌幅一般的情况，下，一跌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。这种跌幅，我们千万千万的要记住啊！在那之前，只要出现那种单日内再像现在似的出现百分之二的下跌的时候，不要犹豫，坚决止损或者是止盈，你甭管什么干什么，你就得把仓全都给空了。 要不然你一个月的时间全部都得耗进去，就哪怕不空仓的，你比如说像我一般的情况，在那个时候都保持着三成仓位或者两成仓位啊，就是投资还是有必要的。但是呢，你没必要把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。当然了，你说我有些是长线投资，你比如说像咱们给的策略的一些本垒打的策略，那么那是一种中偏长一点的投资，那你就没有必要动了。那一个月的嗯跌幅的话，你没必要跟那折腾。 当然了，我要给出了那个止损价位，你要都到了的话，你不止损的话，那你单说啊。所以呢，咱们综合历史上来判断，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九月份会有一次这个杀戮。而现在的美国的商品储备呢，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，这是比较好的一件事儿。但是我们我们可以看啊，纽约联储把这个第二季度。 g d p 也从五点一下调到四四点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胀，都跟就是正经的应该推高通胀的东西都没有起来，而 CPI 真实的数据就在那儿。现在就看看这种不协调能够维持多长时间。如果维持太久的话，那对美国经济整个是不会太好的。 而且呢，拜登这块呢还有一个基建计划。如果这个基建计划推出来，会不会再次推高通胀？不知道。二一个，他这个基建计划能不能通过，这也不知道。啊，从目前的 CPI 来看呢，等于是给了共和党一个口实了，就不会，可能不会那么痛痛快快批他这个基建计划。而基建计划呢，呃，你说它好吗？也不能说好他好。它现在 CPI 已经这样，但是你说它不好吗？对于股市来说呢，我觉得呢，有这个基建计划呀、啊。 别看推高通胀，它还是好的，因为毕竟有钱出来。股市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钱，对吧？钱能进来才能推动大盘。我是希望呢它能通过，但是呢也希望它能打点折扣，别像这个拜登说的似的那么大。中国不给他供货，他什么都没有啊！就这种基建类的东西的话，现在呢最主要的是我们对比中国的这块的数据。 就中国的现在的 CPI 上个月的公布了，一点一，啊，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采取了一些措施，等于倒逼美国的通胀起来，这种策略是奏效的，啊，中国现在这块是一点一，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让它的现在产能就是受到了国家限制。那至于为什么限制，咱们曾经的那期节目已经跟大家说过了，在这儿我就不再重复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？ 会不会倒逼着美国去加息或者怎么样？这下咱们现在都不知道，因为现在的数据和市场的整个情绪都非常的混乱。其中呢，我们可以看这个 VIX 这个指数啊，VIX 这个指数呢，基本上是上蹿下跳。我们可以看啊啊，你看，这是那那就是这大毛刺儿。 啊，这种大毛刺的这种情况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心不稳，人心不稳，队伍就不好带，哈、啊，人心不稳，队伍就不好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人能预估出来下一期数据是什么。你说过去吧，这个预估数据偏离值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百分之零点二到零点三，这零点三已经是很大的了。像这次偏离到零点五以上的基本上没有，而我们这次呢，会发现已经偏离的。 这个数据啊，数值啊太大了，而且呢，你今天看见 CPI 是这样，明天看见这个消费指数又是这样，消费者信心指数又是在下降的，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拧巴的。在这种拧巴的情况下，就跟大家说拧衣裳似的，拧麻花儿，这种越拧巴，对整个这个市场啊越不友善。我们就需要抓住这个窗口期，在未来下跌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每次上涨，我们不要怕，就是。 卖就是踏空了，就是上涨完了之后，我们卖了，卖了之后它继续上涨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继续上涨，你哪怕在那个点位你减下仓来之后，我们再追进去，都来得及。不要说是怕这个踏空，但是在每一次下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要坚决的加仓，这是在未来一到两周内的一个策略，并不是说更长远的策略。在未来一到两周内，我们要坚决的加仓。 在七月中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寻求啊，适当的开始往下减了，因为不见得能够在八月份那会儿出现。到底它是在八月出现，还是在这个九月出现，还是在七月底出现？这没有人能预料得到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这波推高，到底它的斜度是多大？嗯，咱咱得看啊，就是说，如果它这波推高。 是这样的话，那可能七月份就出现了。那、啊、这样的话，哎，那可能就八月。这样的话，可能就九月。啊，这样的话，那就十月。那他要这样，那可能一就就就那就咱们就判断错了啊。这谁也不好说，你得看它的斜率是多大。如果是这种非常陡峭的，那越陡峭，下一个这个泡出现的破的时候就越早。我们就看这个。 斜度啊，咱们以四十五度角为这个一个基准。如果比四十五度角更加陡峭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越要以七月三十号为界，就越要先减仓。如果是这个四十五度角稍微的平一点，那么我们可以推迟我们这个减仓的时间。通常来说，美股破。 那个泡破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，就像今年四月初的这种情况会暴涨一段，那块是短期的疯狂，我们在那个时候一定要坚决的加仓，千万别犹豫。而在减仓的时候，就像这种咣咣咣三根阴线下来之后，您说我还什么仓位都没减下来呢，那是不行的啊。这块这块像这种三根三根阴线直接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坚决的进行减仓。 啊，如果错了，错了没关系，他再上去的时候，我们再追进去，都都来得及。千万别说是像那个那个 Jenny 那天告诉我，好，我基本上满仓，我都一听我都傻了。那么咱们今天呢，公开的节目呢，就先说到这儿。呃，下面呢是咱们那会员关于我说一些那个个股的问题。